个时段我已经 booking 了。那个时段的会议室没有人用，我才请你去借的。对，原本是这样。所以你去借，就有人抢走那个时段。不是，没有人借会议室这种事情对你来说太困难。刚刚的状况我可以解释。请你出去。我会在公司把这几年的赢家周刊好好再想一次。那个姓周的呢？哦，他早上的时候好像身体有点不舒服。姓周的。哦，对，是我。对，我叫周毅。你身体不舒服吗？没有啊，超健康的啊。给你5分钟的时间换上一条长裤，不然你的到职日也是你的离职。阿贝，谢谢。你有用9点的会议室吗？找我，时间跟你撞到。你可以提醒我一下，你是哪一组的吗？前辈你好，我是3组的新人，我叫小倩。哦，新人，你好，我是总监秘书。这个时段我已经 booking 了。可是上面表格还是空白的耶。我只是还没登记而已。3组的小倩 ，OK。张雨倩，笑容，第一印象。前辈不好意思，给你造成了麻烦。我下次一定会提早登记的。有没有需要我帮你先把里面的桌椅都排好？那就麻烦你了。哦，对了，下次要使用会议室，一定要记得先登记哦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小凤姐，对不起，大会议室已经被登记了，但我有接到小会议室。那个时段的会议室没有人用，我才请你去借的。对，原本是这样。所以你去借，就有人抢走那个时段。不是，没有人抢。我知道了，借会议室这种事情对你来说太困难。刚刚的状况我可以解释。张雨倩，有工作的房租赶快缴一缴啊！你房东都催到我这。对不起，下次会记得关静音的。不知道小凤姐还有没有其他事情需要我帮忙？有，请你出去。那我继续回去读资料。现在全公司的所有人都认为你会第一个被开除。怎么可能啊？我们每年都会开一个菜鸟赌局，压住谁会第一个走人。我是庄家，所有的人都压你输，代表那判断能力有问题啊！破产了，我会破产。啊啊！那激动干嘛？